耶，好大水当当。这个在干啥？我诸葛都买回来，快回去给我弄。小妹，诸葛老汉子炒最好吃嘛？晓不得。雪碧菜噻。哎，那个衣服打湿了，帽子那些。你有没有腰子啊？啷个不多买两个嘛？那是老板娘看到我长得帅，送给我的。买猪肝送腰子，是哪里店咯？下回我也去买。腰子又没买好啊，怪不得腰子送，跟你要的腰子不正常，结果有点撇，没做得。那么是真咯？你不省，要是送给的话，还是可以。那猪肝是不是有问题哦？那个发紫哦。正常的，只要不臭。我这腰子是不能够吃，只要吃猪肝肉。洗好的猪肝和腰子加盐巴清洗一下，加点水，然后一点它控干水分。我觉得把那个白色的皮皮去了，炒就出来更嫩。你还没说今天那个菜是啥子？对标桥头灯笼，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火爆三脆，我就切成薄馅儿。你看这盘的猪肝和腰子还是腌制，我就得放到油锅，加入盐巴、鸡精、胡椒粉、干淀粉，抓匀了往泡椒放进去。蒙着雾的车窗，再放入大蒜、豆瓣酱、泡的大蒜，我们的刀口海椒。配料主要是生姜和青红椒面啦，加入少量鸡精、胡椒粉、盐、白糖、醋、水淀粉。材料全部准备好了，准备一锅成菜。不要再烟酒了啊！我就像是从远方来路过这里的客人。大白菜。遮住了阳光，踩着一面一面沉睡的墙，沉睡的墙里头进驻着一条可爱的脸庞。好，起锅了。容易你叫不出味道，回忆的黑白停留在年少，像那火爆三脆，世界经典的老故事片。哎，吃猪肝，大家在家里面做那个菜的时候，火小的话，起码还要炒个三分钟啊，不然容易拉肚子。大标签。哎，那儿，今天我那个新菜味道还可以噻。你不拉啥？麻辣酸爽又开胃。下酒下饭都可以，可惜你又不吃又不吃酒，像我那种盖在饭上喝了巴适了。腰子多少的一个咬完了，脑中还有一个。刚刚那碗饭油汤都没得，剩下全是汤了。那个不老些下饭老些了。要吃几碗饭喽？那都是最下饭的，泡椒猪肝儿。